哎，我们来继续来看下一局，这一次还是两个克里斯之间的比拼，因为双方拼的就是一个主力战，这一次，所以说他们肯定会选出他们最擅长的人物。花布怼到板面前下载，下载就后抓，突然被对手来了个后抓，哎，清脚，这个清脚是非常的变态啊。然后清脚点杀跳地浮空，对手还是闪出，再来个跳特地，又一个后抓，这个后抓感觉就是特别的赖。现在的话，对八神月是把大猪换下去了，大猪换成了克里斯，感觉实力增长不少。这么一换的话，克里斯也练成了一个相当强的主力。哎，重拳怼到板边接下踩，下踩再来一个后抓，然后反身位给他一波必杀推起来，必杀送他起飞，八神月第一波再次跪了。下面来看第二波，第二场来看八神月的大门，这个大门也是颇有一些手段呢。来看今天能否爆发一下，首先给他来一个天地反，超大外哥接住，现在大门是个暴击状态，里头的板边落地缠脚，再来一个天地反，哎，天地反下边头上符，头上符接抓一个超大外哥，最后一个地狱劫落，强制把他吸起来，这个就是强制的吸啊，震落地缠脚，落地再来一个地狱劫落，两次地狱劫落，让看你死不死，看你死不死。下边头上符三十多连还没有完，然后再摔一下落地，继续摔，哇，这是一套连的角色呀。下面来看下一局，灯神的英雄池是其实很深的，很多角色用的都非常棒，不单是板气量啊，我感觉跳出第一个波到板边，我们来看大门再次小跳中腿，轻手一摸，哎，朝天脚回空，看听一个镰刀腿进行突破，看到底能不能突破呀？到半边，哎，一脚踢到，然后大门跳地，下盘两点，空中跳特地，落地机没有勾到，大门直接跑，抓了个天地反，天地反接超大外哥，继续接一个里头。哎呀，就连灯神的 King， 我看这一次也是无能为力啊。头上符，哎，下边头上符，哦，一把抓住，然后 King 继续向前推进，下盘轻腿偷他一个 AB 闪神吗？并没有偷到，大门还在寻求一个爆发点。哎，缠脚暴气，看这暴气能否来一个地血逆袭，镰刀腿天地反，完了，这个镰刀腿只要走到大门身边啊，和大门近身肯定是会被抓，因为这个版本的抓头我感觉还是很猛的。下面来看板气梁出场，双方通通暴气，板气梁直接给他一个跳 CD， 跳地复攻，轻手再摸，跳地再压，下臂头上超大外哥又来了，但是板气梁开场就来了个强反，空中跳 CD 两次，快拳吸住，板气梁继续给他一波，砍刀手砍刀手，但是是强反的打法呀，所以说掉血量并不是很高。现在板气梁骗他出了一个超臂，大门也是急了，刚才那一波被强反打出也是很急人的一件事情。哎，跳地轻手一拳没有打到，反身位下破两点，飞翔脚点一个超臂杀龙虎乱舞，这一次爆发点来了，龙虎乱舞中间给他来一个中断，好，打击头浮空跳特地两次结束。血量这一次是不够打了，所以说并没有秀很多的这个连段。下面来看第五局，我们来看八神月的八神出场，这也是终极人物的一个比拼，八神葵花爪结连了过去，哎，没有连住，灯神继续小跳压制后撤，下盘一点轻手梦弹葵花连上，突然对手来了一个砍刀手，直接强反出来了，好像八神的强反还没有用，看来八神月这一次机会很大，只要再抓到一个机会不被对手打到就赢了。哦，小跳中腿跳特地跳特地跳地到板边，看能不能一鼓作气将灯神的这个防线打破，下盘轻手重朝梦弹连上，抓接两段葵花，好，哎，田雨音出晚了那么一点点，灯神还有一线生机，但是还是被一个跳中腿打到，这个暴气已经被八神月猜到，现在给他一个八智女，成功结束此局，拜拜了。点个关注再走呗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